厦门大丁、小丁、围头都炮都集中打太武山的管教所。那时候啊，太武山打得蒙烟上雾，大天都看不到天上。那么经过几分钟的时候啊，我就老百姓就要老百姓厉害，说炮战炮战。我到五点四十分钟啊，我吹哨子，叫他们车损的部署要做装，要准备出去。那时候轰轰轰一来了，伤心的，在医院看的那个伤人伤亡的人哦，也是蛮多的，好几百人呢、啊，不是光一个。掉的啊，时时刻刻都有死掉的可能，但是那一段时间的金门人，没有一个推迟。在今天终局，为你实现。